跟一银一金，打一通两银。哎、欸，这个是特殊斗技场风飘龙哎，我、哦、这是抓来的、啊。哦，你也可以去打那个。哦，那来啊，那你开，可以去把斗技场的打掉。好了，斗技场有说他最多只能存几只龙吗？就没有啊，就是你每一只，就算你后来再多抓的话，也就只有一只，一种只能，对，一种一只。哇，我读不到你们的，重看。好吧，还是拿超红。强棍，对啊，我一个人也是用狩猎笛啊，帅气。他怕屌吧？太强了。然后藤岛要跑去睡觉了，这么早？不是，他说休息，大家都。啊，应该 Sky 吧？刚不是开台？哎呦，好可怜！不是，他就是一直断啊，就连不进去。难吗？很难啊，超难，你知道吗？他那是哈扣模式。那我他们打 2.6， 天天在 2.6。真的。跑得慢，挥得慢，被打又很痛。痛的。换的话，我会怕不行。换差不多类型啊。大锤。大锤。可以那个无限旋转。开始吗？可以。我考虑玩具。是拿哪一只啊？风飘还是悟空还是风飘？风飘，风飘吧。好，风飘，果然是风飘。谁过来？机会区了。怎么来那样？还是抄手棍打得快。习惯问题。习惯问题。现在叫我换其他武术，反而会打更慢。嗯。那天不是要打明灯，然后观众那边说：“啊，你拿双刀打很快。”我说：“不行不行，直接三猫给你看。”你都不知道怎么打。原本鲤鱼龙好了，上位那一只，超神棍打五分钟，他、拿太刀肯定要打四五分钟。没有，就是因为你还不习惯要怎么接招干嘛的，打起来就打很久。他们给的是理论值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短时间理论，它是可以比较多伤害，没有错。没有，就是在你都会玩的状况下，那当然是他在速度比较快，可以拿到那么多伤害。
你翅膀在动好吗？是上位吗？还是下位的？下。下位吧，是吗？好吧。过一遍。那个哪里破了？是吗？啊，破裂底，外部。锤姐，好冷，好。跟大锤一样啊，就比较慢，可是你那一下就超痛。而且很容易把他打晕。哦，这里我要擦擦看这个小烟。啊，就是擦，擦要靠近这边是不是？对，就是那个烟的区域都会有。哦。好，再抓吗？都可以啊。养。把多少？下来哟、哦。他把他打花了。你们还有吗？啊，我有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还在还在还在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一挂一挂。啊，走过去。啊。好了。但这重复使用。嗯，重复使用。我说了第四。你催他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。我的天。我的天。要啊。贬值。要练了。第二。喂。荣誉长怎样啊你们。星星六角形星星。哦那真厉害，我什么都没打到过呢。团团是在哈基房间吗？对，那个泽平，泽平在玩哦。对啊，哦呦，泽平好玩吗？我之前原本想要买，你知道吗？不用买啦，你玩玩团团的就好啦。多开一只角色是吧？玩团团的就好了。行，快去砸哈基玩。你要是你要先别过来，先别过来哦。不对，你也过不来，我现在一个人呢。因为我这边17×2。你要感冒了。啊！你马上挖了、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干，都三套衣服了。
后桌。哦哟。找那个。高啊，是十楼吗？还是？套衣服在哪个位置？嗯，不记得。生意照你。我还没有去。看他呢，我知道他很远，我要抱很远的，还没去。不是吗？哎呦，音感好好、哦。哇，哲平真的会弹哎、欸。对啊，超会、欸。会弹钢琴吗？哇，哲平你自己买一个好了啦。慢下慢下。差啥？风飘两本爪，还差三个。爪，那就再打呀。打啦。怎么居然有玩敌？对啊，稀有怪呢。要接什么？哭，有了。再一首，国歌。这两个人，等一下。国歌，这两个人的吗？哦。那杰克，告白气球。什么告白气球？对啊。你是哲平吧？对啊，哦，对不起，哲平。弹的手不会痛吗？会，不会痛。那不会，其实不会痛。胡哥啊，胡哥没有那个身价。帮忙打嘛，你要就进来啊。那什么歌嘞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告白气球。告白气球。看了，好，狩猎。一还二啊？啊，一还十二？十二。你没得意。啊，洗脑的，我真想不起来什么歌。没有啊，弹这个啊，改弹这个哲平，
哎、欸，这个很弹这个，这很红，弹这个。对，你可以弹这个，这个很紅。拍这个了，拍这个了。然后教学影片，最好是有琴谱之类的。对。教学影片，好像不错的。那个教学副，我一定订阅你。你现在没有订阅吗？有啊，有啦有啦，我有订阅啦。那我再开一次订阅你这样。我一般都起来找。我把我分身账号也拿来订阅你。顶哥哦，叫翅膀是不是？嗯。知道。在那喝潘佐恩的咖啡。干了一组，安诺尼。安诺尼。这个是。对。这就是那个啊，第一天连线的时候说，像个萝卜糕是谁？像个萝卜糕。什么萝卜糕？加特勒。哎，你看，你看我上面贴的那个影片。上面贴的影片。聊天区那边的影片。聊天区，聊天区影片。被他们洗掉了，你要往上一点。啊，我。不然你叫他弹当。当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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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看这个好饿哦，来很饿哎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要桶枪哎！哇，是哪里的、啊？我不知道，他写台北。你看一下有没有相关地区？哦，有啊有啊有啊，芦洲区，新北市芦洲区光荣路。吃了吃了。好猛哦！挖矿。最后出餐时间是晚上七点，他最晚开到十点。啊、哦，不对，是八点。好猛！开到八点呢、欸，早上七点。要死了！要死了！要装吗？超猛哎、欸！可以啊，很超猛哎、欸！都没有看谱。谁在弹？泽平，泽平，超夸张哎，超猛哎、欸，泽平，我是会打高级的，要拍猫战了啦，泽平买的会音乐啊，拍这个了，对啊，哎、欸，现在这个买的人很多，所以他观看率陆续上升、欸，赶快 PO， 该 PO 了啦，这个，还会吗？这边在哈基那边弹哦。对啊。哦。六六六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！果然会音乐的是不一样。对啊，真的。还是没有吗？你们有在打吗？我没看到。嗯。还是我挂了。挂了。好。例の痕跡の主は目の前ですよ。好好飞哦。元気？哇好美。啊，那真的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早午餐。唉。来查查嘉义有没有什么看起来好吃的店啊？想吃啊。不用最近午餐都自己买啊，好吗？找个时间直接出去吃大餐。真的，我他妈可以，搞不好我可以拍个 vlog， 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到处拍不？哎，小猪第四个点在哪里啊？哦，哦你说国王的新衣吗？对，在工坊后面。坊是哪？
就你打铁的那个做武器的地方，后面它有一条路可以往上走，面向攻防。面向攻防正后面啦、啊，你进去攻防里面之后，旁边有楼梯可以往后面走，后面走出去有一扇门。哦，小雨有没有听到？好、哦、好，你要叫我去爆珠了吗？我看到楼梯了，楼梯哦。嗯，然后你抱着猪楼梯子往上走，走到最高的地方会看到一个小凉亭，在那边把猪放下来。是往上走吗？嗯，走到最高的地方会有个小凉亭。好。他现在有分岔路哎、欸。理他吗？继续走楼梯。有一个，你到岔路之后往右边走啊，可以继续往山上走的那一条。哪一首歌？哦，看到凉亭了，看太远了吧？抱到凉亭那边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他应该就会开始挣扎，你就可以放下来。好。可是我放在那边，然后他就直接往下走了。你是放在凉亭，你要走到凉亭里面哦。对，我走到里面，然后放下来。他有挣扎，然后放下来，他就往回走了。那可能刚好那次没有吧。嗯。光的心意是怎样？就小猪一。就小猪，然后穿着尿布。我剩两个人的风飘龙。那、哦、我等一下看看，他在打风飘吗？我看看八字，打不下位。猪猪你要去哪？猪猪，你们是要打上位还是下位啊？下位。下位。猪猪你要去哪？我放凉亭，他就一直跑走。他没有。对啊，你看，就直接往回走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放下去，他直接死啊！你说会有大盘长在那边吗？对。还是可以再往山上？对啊，再往上不就到那个船上？再接那个。欸，我没有了。睡屁睡啊，猪猪！也没找到东西啊，不能睡啊。嗯，又往下走。那就等下一轮他再包上去看看吧。嗯。那我去哪里走？飘等魔，有自由。我跟恒星两个人去，可以啊。好诶、欸啊，来，我会弹这首。波多龙，波多龙。中途吧，你早回去睡觉了。啊，你们睡觉了。啊，那个阿闪很远。我今天这么早睡？对、欸、啊，那跟阿闪拍片。哦。哦。啊，今天这么早睡？今天太早睡了。
抱怨啊，你到底干嘛？在天空的那个可以抓、哦，可以，刚刚在这边抓。哦，打下来了，抓拿王子，死掉了、欸，掉，打太痛了吧？我抓了。你把什么打死了？他一掉下来在地上的时候就要抓他，然后他如果你打太痛，他躺一下下，然后就死掉。我打一只。哎，我有力战的风翔龙哎。干什么？想打吗？不想。要 HR 多少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、，HR 50以上，不行啊！你在瞧不起我？我说战地的角龙啊，看要不要打？角龙哦，我说 OK 啊。黑角龙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就黑角龙的素材啊。那是额外的装吗？对不起，我下去，我该上来了。算是啊。小龙都没有打过黑角，你的步步总还在上面。他调皮呀、啊！大便，要帮他清大便，那便盆都在上面，死都不下来。你那把有吹攻击的吗？没有，攻击跟生存它是分开，懂吗？要么就是攻击，要么就是生存。嗯，天的武器这样，然后面我不知道有什么。他自己在玩牛练。对啊。哎，你这张团团进度了没？可能都要完结了。他完结了。坏了。不可能。云灯笼打完不就没了吗？他是团团欸，哎呦！别，让我喝个药，让我喝个药，看。哇，下面有摄影师啊！干，这边真的有摄影师靠呗！摄影师又来啦！拍照，起！
摄影师，你们去打架。哎呦，我干嘛啦？他死掉了。应该差不多了，打你指甲，打你脚。你那边有抓的东西吗？有啊，那你抓看。他飞上去，飞上去了。吓死我！下去。哎、欸，抓哎、欸！注意哦，打到了，捡到的。好。等一下再放，等一下放。怎么越来越多？没看过的名字啊，来个萝卜糕吗？啊，糕是我的。现在吗？啊，可以放，可以放，放放放。我卡扎贡在吹。有人在打四号龙哎！哇，打差一个了。看他结算有没有。暴鳞有大大暴鳞是来是不是？暴击我暴鳞，当然先讲一下暴鳞是我现在能做对吗？嗯，不能的话，请不要在聊天室讲干话哦。应该要我们帮忙打，也有可能，但是以现在的阶段难。可以啊，单打一只我们应该打得过啊。
啊，我只是累赘啊。三个人打打得过啦。旁边吹笛子啊。走，小雨走。啊！先去单打一只的暴灵，先习惯他的动作。我这边有调查啊，我这边有调查。暴灵是哪一只？哪只吗？对，巡逻那只。巡逻那只。哦。啊，拖着小雨去打。走，我们去看夕阳，我们去看夕阳啊！没有夕阳，我们去看月亮。一头十五分钟打得赢吗？哦，我觉得要不要拉长一点？我看一下吗？好的话还行。三十分钟，两铜两金，我觉得可以。只能倒一次，不行。我觉得不行。我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会丢大便炸你那一大便，还没遇过。好而已。他下巴看起来很多果实的，最多两分。飘。睡着了。暴鳞两银，好。按错，按着暴走。上去看看这个。哎，如果降阶再升回来的话，还要重新打材料吗？对不对？要重新给他材料啊！好、嗯，所以那倒不如直接做一把新的。对啊，我都会做一把新。五十分钟两银一金，但是也只能倒一次。三银倒两次，五十分钟，不能再多喽，这样意思。要不然就是两个人，这个是我看到已经最适合了，不然就是整倒一而已、哦。我这边，两银两金，五十分钟可以倒三次。哎呦，好佛哦！可是用捕捉的哦。可以。好，因为我这边都狩猎。降阶会退材料，百分之百退吗？对啊，可是钱不会退你啊。哦，对啊。哦，再花钱了。花钱消灾啊。缺了吗？缺了吗？缺了。拿到去。钓鱼喽。我觉得你可以在旁边帮忙吹恢复啊！不是啊，我进不去啊！啊，不行吗？等级还不够是不是？呀，那就不要打啦！好啊，就不打啦！对呀，也是要帮你打。八，滑鼠就好啊。那就先帮你充等啊。点吗？对啊。顺便连发机器吧。我在打萤火龙，萤火龙，萤火龙，在自己打了，对啊，帮你打十七分钟，那来吧，来陪我吧，来吧，我支援哈基好了，啊，他快死了，要吗？他快死了，说，那我就不进去了，我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就好了，那我那个要那营地几啊？啊，没差，等下进去，对啊，我亏啊。你亏啊！那就我们出发喽。啊，来我这啊。看一下繁星的是这个。哎，不对，哈基，你那边快死，我应该进去才对啊。为什么？好啊，我不知道。他超级掰，超级掰，超级掰啊！超级掰，好啊，进去掰。好，超级掰，补就好了，继续直接补就好了。等，哈基，等我一下。好哦，哈基自己说自己笑点，不是这么掰卡，我自己点自己笑穴，然后自己嘎死我，那我们就不进去了，就是你们打，嗯，应该回去睡觉了，应该可以抓了。就等繁星进去再抓。嗯，该了。
等一下，靠腰，追错人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只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追错人了。哦，追女朋友追错人吗？哪里？追错人了、啊。吃火龙，吃火龙在哪里？还有萤火龙在这里。靠，怎么用？嗯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，Alex 虚，这是谁啊？就 Alex。我要抓，哎、欸，叫他不要打、啊。打字。嗯 ，ES 有一个聊天。他每次把叫醒干嘛啦？谁啊？你谁的干爹还是什么？啊，算朋友，你的吗？就之前呢、啊，的朋友，就阿瑞那边的。没事，把他弄死。那 Steam 没上线。我是不是感觉又要断线了？嗯，没有，我的又怪怪的，感觉搞不好等下又断了。真的，只能希望他快点把它改好。真的，什么时候要改好？看到任务完成，任务完成。凡姐有完成任务吗？还在里面。嗯，所以你刚没有完成这个吗？我们结束了。没有哎、没有不可、可能是没有领奖励，所以超过三时间吧、啊。好吧，那就你接吧，我们出发。Hello。此刻小雨、嗯、打什么？打萤火龙。好玩。你看到他就知道。嗯。杰克。杰克。80还是？嗯，不记得。杰克，公会。公会。请皮替啦，等一下哦。太久了吧，我怕你怎么。然后就一直流鼻涕。感冒啦。有一点。明天看个医生吧。那是明灯笼糖香吗？听听唱，嗯，你啊，明灯笼长枪吗？你说话好小，太小，好小声啊！灯笼长枪吗？哦，是啊，嗯，说话好小声啊！我没有戴耳机，就听得不是很清楚。嗯，
里？哪有？怎么一直咬我啊？不要一直咬啦！杰克正面接了一颗，哇！我的左键怪怪的，怎么了？卡卡的，按太最近按太凶了吗？不知道。哎，好了，正常了。刚刚有一种卡键的感觉，你知道，按起来没有那个弹的感觉。按起来。对啊，我刚就在按，想说你怎么没有那个咔咔的感觉？哦，现在可以选了，初阶跟进阶有了。哦，端猫哦。对啊，猫没得选。毕竟这是进阶的。嗯，上位了。衣服如果没有升的话，打他的肉很痛。水母打死了！我打死你，打水母！这水母死掉了。你会怎么打水母？水母那么可爱，你怎么可以打水母？我扣血好猛哦！什么东西？我的盾牌啊！太强了！正面接他火球不扣血。嗯。刀子二段啦、啊！干，直接吃一颗。太狂了，有人直接站在那边啊，都不想理他、啊。走。哇，长枪的盾牌好猛哦！超狂！跑得快就算了，白的还那么高。对了，我要是用骰子打招呼，三颗骰子喽！嗯，冲啊！难道挺冲啊？冲啊！你为什么按到挺都是这样？因为我的那个啊 ，Q 的位置跑到那个表情符号的快捷键。哦，你有设定是不是？我按到，为什么？刚在找那个，叫那个人不要打。哦，刚好飞起来，刀子没进阶。上来了，来下去了。没有，我在他尾巴上。他是被地形困住。对。他尾巴应该快断了。看他尾巴有。完全不扣血。魅魂。哇。对。再一刀。断了。断了。
还有。弹刀好烦啊，备胎。背真的好硬，我掉了，挖尾巴吧，我挖吧。我差点要被回到。欸，尾巴下面有掉落物。哦，有欸。啊！啊，好险我挖完了。掉落物。唱歌耐力减少。哦，这边都拿到效果、哦，啊、嗯，那看你们的 WiFi。他快死掉了。又抓起来了。手都用抓的，方便方便。抓起来最快了。大推场，哎，矿物跑图很快哈。长枪我还在熟悉，还在熟悉中。他盾牌真的好猛哦！啊，你怎么在这啊？我这里不能放陷阱啊！来来来来，这里这里这里，来起床，起床。起床了、喔！哎、欸，为、欸、什么唱歌啊？哎、欸，唱太大力了，受伤了。不敢看到底，好打的吧？哦，那是这样子终结。刚看了，我的。欸、我半夜又创了一只角色，想说捏捏看可不可以捏到我想要的样子，结果捏得到，但是我的下巴太长。然后就看了一下新手推荐，夜敌新，完全不推荐。对，也太多翅膀了吧？我有八个翅膀哎、欸，太多了吧？我 一看到结算画面，就看到都是绿色的翅膀。画面的。大家。这火车是什么？阿修那必要的条件，那么简单，也不是。学生们都说了。それにしても素晴らしい状態の阿修。他怎么把我帽子拿？他看懂了。よほど栄養豊富な地で育ったのだろう。そこなら心当たりがあるな。大団長、やっと帰ったか。お前たちの活躍っぷりを見てたぞ。よくやったな。見ていたなら手伝ってくれてもよかっただろう。なーに、信じていたからな。我们来摸一下。それより見てくれ。ああ。これをどこで？あのでかい古竜を迎撃した場所からさらに奥地があった。そこにゴロゴロしてたぞ。なんてすごい。
哦，你要去龙津之地了。嗯。要去逛街了。嗯，真的去逛街。到处都不能打，一直逛。不好打，你就要先逛街就好了。这么游戏卖快哦。是魔族哦。嗯，卖矿啊！你看，我们出去都是挖矿啊。对啊，挖矿。然后采一些植物。采一些花朵啊，采一些作物啊之类的啊。嗯。渔夫。钓鱼喽。当鱼。奈回廊哦，巨型。我还不会炼金，后面再玩就好。现在现阶段还好，炼金还不急啊。好，小猪你在哪？小猪，把你弄得那么显眼的你。繁星那只猪猪好粉哦、喔，很显眼啊，比较好找。把你取名叫兔子，那你听听。那我摸，好。但是每次回来都抱着。啊。你要走到屋子里面再放下吗？如果他在外面挣扎的话咧，我记得椰子树下会有一个点，然后屋子里面也会有一个点。我那个时候是搬到凉亭里面啊。那就给我跪。椰子树下的点好像不是哦，又睡着了。对啊，烦死了。